请本院院长辅导致辞。
展一个创新，世界没有讲到，啊，世界没有的，他开始呢，就让大家包容，但是我们就是开始了，啊，好吧，我们让他们先开始，啊，大家包容。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也特别感谢咨询师的疗法那么已经提了一个问题了。那我想我先解说一下，就是我演讲的通常规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是靠大家扫这个 QR code。所以如果大家有那个 LINE 加朋友的那个界面的话，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进入一个提问的一个聊天室啊。那如果没有这个扫得到的话，也可以手动的打开这个网页，然后叫做 slido.com/slido.com， 然后输入0717井号不要输入。那不管你是用就是手机扫这个 QR code， 或者是用这个浏览器开这个 slido.com， 然后输入0717，都可以进入一个同样的聊天室。那这个聊天室就是你随时想到讲我讲什么，你就提在上面。那在上面呢？你如果看到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问的话，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那因为这边可能有200位左右的同仁嘛，我们如果是传麦克风问问题的话，大家把自我介绍了就下课了。所以我们就试着用一个比较趣味创新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现在虽然拿着麦克风，但大家还是可以面提问。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要问的话，请记得要按赞啊，赞的数量越高，它越会跑到上面来。那如果各方没有带手机，或者是就是不习惯用这种方式的话，当然举手发问也是可以的。那或者你可以请你的左邻右舍这个帮你把你想要问的问题提上去，也顺便发表啊。那大概是做这样的方式，我会按照顺序回答，就是最多人按赞的问题，那就一直到这样的位置，大概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现在可以稍微想一想。那刚才确实如同院长所介绍，就是我们在行政院的工作大概就是做开放政府，那做社会创新跟青年相关的青年参与政策。那今天因为题目还是叫做社会创新，所以我大概一开始花10分钟的时间，先把我们最近在做的社会创新上面的一些工作跟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里面，请大家随时还是回到 slide 上面，你提的问题可以跟我讲，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如果答不出来，我就会说答不出来了。那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尽可能的来。想法，我们社会创新简单的来讲，就是用人之事，众人之事哦，就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但是传统上面可能发展经济，想必一个环境的价值可能有一些竞合，或者是发展科技创新，有的时候会跟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可能有一些竞争等等，这种传统模式里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单一民主里面，大概就是可能有某个部或某个会，它是代表某种价值嘛。会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然后或者是在立法院也有不同的委员会，那代表不同的价值。那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常要垄断嘛，就是一方面要调和两边的冲突，两方面甚至还不能垄断，就是确保是大家能够彼此还能够把彼此当作一个共同体。那但是在新的这个时代，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找组织者帮你组织，也不需要找代言师帮你代言嘛，有一个警号 hashtag。就可以很快的倡议出自己想要倡议的事情，好比像说之前这个一直在trending 的这个台湾天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hashtag， 你不需要申请外交部的同意，也可以使用台湾天道。当然，现在在推特上面比较热的可能是 likewise 那台湾那等等。那所以所有这些的倡议，它都不是由上而下的，是透过哪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而是透过新的这个想法，随时有人一想到，就可以变成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一部分，就是。每一个人想到一个想法之后，他可以征服出去，去试着说服大家说，那这个新的想法，你要不要也自己来试试看？那好比像说，我自己的工作的条件之一，可能大家有听过，就是远距上班，我不用在行政院里面上班，因此我才能够跟 Bloomberg 的这采访，我在台中也可以算是上班，在台北、在高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算是上班。但是我如果没有来台中的话，我通常是在这个办公室，还是刚刚639的整号，是如果有去过台北的话，它在建国花市的旁边，就是从那个淡水公园再走过来，本来是空军总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把围墙全部都拆掉，所以从建国花市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办公室，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走进来，它是一个像是公园一样的地方。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就是有个足球场，那是游戏，还有就是染色体跟我们有
些比较不同的朋友，同时的朋友们，那我们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想到的很多是抽象的数字或者符号、文字等等，但他们看到的时候呢，就是结构啊、拓扑啊、不同的构图，所以就好像梵谷一样，就是他们只要画出他们看到的世界，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创意无穷。所以以后就是我们希望走进这边的朋友们，他想到什么的时候，不是只想到烤面包啊、烘焙啊，等等，他们也是很在行，而是说也包含这个 public arts， 就是公共艺术的创作。所以我在这边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找我聊天，每个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跟我讲10分钟到40分钟不等的话，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大家跟我讨论的记录必须要去公开上网，所以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得到我，但是跟我讨论的部分呢，都必须公开上网，这个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一个激进的透明度。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还是会有人来找我的话，可以就是希望行政院能够照顾到他的价值等等。可是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价值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每个字都会上网，如果只是对他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对别人都没有好处，那这种事情他是不会提出来的，因为知道说他完全是必须是透明的。所以像你要开发自驾车的朋友，他就不是说，哎，那明天就没有一个特区我都要上路，而是说他先用比较慢的速度，用一种像三轮车的方式，实际去跟中国文化市的朋友互动，然后去试试看说，哎，我们对于这种能够就是自己就是跑到你要他去的地方的这些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他融入我们的生活？那后来大家的想法是说，他速度比较慢，因为慢的话才安全嘛，而且也不是他载人，而是载货物。他们希望说，他在金文化市买花的时候，买一买就可以放到这个购物篮里面。那他如果满了的话，他会往后退一步，然后再叫两个货物过来，然后变成一个车队，所以你就可以这个 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不用一直提着很重的东西，可以随买随放进去。那到最后的你这个金文化市都逛完了，那你在这个全部都搬上自己的车子，也就是说，这是颠覆掉本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这些自驾车的预想，而是透过一种开放式创新的方式，实际去在这个 market， 就是建国高 market， 就是金文化市的朋友们实际，让他们在那边直接看到这些新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搞清楚说社会对于这些无人载具它的常规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它很狭窄，必须要先让一个人过的话，那要先让怎么样的人嘛？那在台湾，我们经过实际的这样的实验，那发现大家都想要先让长辈啊，然后呢，接下来可能做轮椅的朋友啊，可能怀孕的妇女啊，最后才是小孩子，也就是老弱妇孺这个顺序，跟他们做完全一样的实验，在波士顿那边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先让小孩子啊，长辈没有人管。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给新兴科技出现的时候，不是说它的设计者来制定社会常规，而是说我们透过社会创新的方法，让社会来自己形成这样子的常规。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些写程式的以及各位就是法律的工作者，我们就好像以前都会说我们落后于时代嘛，但现在不是落后于时代，我们是好像跟车一样，在高速公路这样，我们就刚好落后还是落后，在落后就是一个固定车站的距离哦，就是沙河它实验个半年或实验个一年，那实验出这个大家共识之后，我们马上跟上。实物的这个见解，就可以去把科技这个新兴的东西能够纳入我们一般大家觉得，哎，他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而不是说由上而下的，想去改变他的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 norm， 所以像他在进文化室的时候，北科大的同学就必须要去改变他的硬体啊。像这两只眼睛其实不是用来看的，因为它其实是用来的。360度嘛，但是这两只眼睛就是告诉旁边人说，我现在是在跟着谁走啊等等，就是他要有他的表情，他能够跟社会沟通。那这些社会创新的这个目标，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17件事情，就是说确保各个不同的公司、社会部门都可以在共同的这个价值里面去做这个创新。那这些创新呢，当然从最简单的，比方说总统麦克风刚刚讲到的这个卷证的交换啊，或是说有这个判决书的电子化之后，就可以透过 AI 去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你觉得这个不能安全驾驶，所以就是酒驾了啊，如果判得太轻的话，其实它是有行情的啊，跟这个最像的几个判决书就这样子啊，它其实任何人来判也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省去了大家很多重复说明的这样子一个成本啊，其实为什么都没有人觉得判得太重？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沟通就可以省去。或者是说像在同一届嘛，这个台湾自来水公司也是运用 AI 的方式，就是这些师傅们每天这个要去停漏水，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漏水，那从高雄基隆旁边的小基隆这个小区开始，从一个地方漏水要被这些捡漏的师傅停到要花2个月的时间嘛，所以就漏了很多的水。那后来他们就像这些师傅就训练机器的学徒，因为年轻人已经不是很想当这样子的学徒，就
工作相当的无聊，那所以他们就说，哎，那这个师傅一起来，那 LINE 上面就有一个气血谱，告诉师傅说，哎，按照水压、水流量什么，他旁边最可能漏水的地方大概是哪些哦？那所以他就在每天去三个地方，每个都70%，让他继续去漏水，他就把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缩减到两天。那像这些新的想法，他们在小的地方实验都很容易，但怎么样扩大到全国呢？就是透过我们总部班内歌颂，我们每年会给出5个这样子的奖杯，给有一个冠军的团队。那每个就是它一个台湾的形状，像是一个投影机，那随时没有奖金的，但是这个投影机只要一打开，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总统颁奖典礼的画面。意思就是说，它虽然没有奖金，但是你每次只要这个可能需要跨部会的协调啊，需要预算啊，需要什么东西有困难的时候，你只要一打开这个就是神助台嘛，就会出现这个总统答应这个这3个月做的事情，在接下来12个月里面一定会变成国家政策的这个承诺。所以很多像那个之前蓝营他们当时想用一个社会创新的方式，不是直升机都要后送回本岛来做这些东西，因为下雨啊晚上啊，可能直升机就会摔掉了，就当时失去一位护理师，那他们实际问当地的护理师，他们都说他们其实不太想待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重症的处理其实学不到什么，因为凡是稍微重一点的都后送掉了。那在总统的黑客松里面，我们实验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说护理师可以在远距的派直升机的那个医师里面，两名的医师以及实际会去治这个重症的那个主责医师的两个人的视讯底下，他去指导当地的护理师去做处置给家属看。那这样的话，家属就比较相信在地的护理医疗人员，而且就不一定会全部都要后送，他们也可以因此比较有成就感，而学到重症要怎么样子处理，而且最主要就是原因就不用在这个就是天后不佳的时候还要出动。那当时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医疗医师法里面其实是说医师要进行检查，那其实护理师在医师在旁边的时候才能做处置啊，没有说医师开个屏幕在旁边也可以做处置吧。那所以他们在那3个月里面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沙盒，就是用测试模拟的方式来看这样子能不能赢取家属的信任，然后以及就是透过我们的健保的网络及时的调到好比像说他在这边气到 X 光啊，造分子啊，及时传输到本岛这边的医师，等等，这些都测出来，就好像刚刚讲的那个无人车、老弱妇孺，这个都能够同意水，这个无人车能够融入社会。那这一套方法，因为他们也是完全团队，所以后来就是卫福部内政部因为这样的关系去提修法，所以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合法了，就是护理师跟助产师是可以在远距的医师的指导底下去进行医疗相关的处置。那本来他们只是体验在离岛去坚持这样子的创新的做法，但是后来卫福部就加码，所以现在超过100个不同的包含原住民族偏乡啊等等的地方，也都有这样子的会诊的设备。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去来临之后，我们甚至在救护车上就已经可以做这样子的先行处置。这个高雄已经跟屏东，尤其是我们本岛中的离岛就是恒春嘛，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所以大概的想法就是说，就是不管你是就是只是一个在地方的可能离岛的医师，或者是台水的一个健保的人员，或者是任何人，只要你觉得说你有一个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是比现在更好的，那就可以透过这些社会创新的管道，然后增幅让我们尽快的变成国家的政策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有整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 Taiwan Can Help Us 的去给全世界参考，尤其是在碰到疫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善用社会创新的力量来防疫。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网站，而且这个网站同样的也可能是外交部或者政府建制啊，就是应该聂永真嘛、阿迪嘛、执行七七啊，就是一些在网络上面的网红们，他们就是请大家群众募资。那当时因为 WHO 这个 Dr. Tedros 对台湾讲了一些可能有些误会的一些话啊，所以大家都有一点义愤填膺这样，他就写了一封很中二的信啊，然后说这个可不可以请大家捐钱，让我们把这封抗议信啊登在纽约时报。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出钱也出力，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是开始有些国外的朋友们说，其实我就住在纽约嘛，其实我们纽约不是真的很偏远，跟 WHO 有多少什么恩怨情仇啊。但是如果台湾有一些实质的东西，好比方说怎么样一天产生2万的口罩的这种24小时的智慧机器的东西，这个我们倒是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好像一夜之间就让所有这些捐款人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来一些，大家变成一个共鸣啊，就是
共同创作，然后一夜之间就登报，所以最后就是登在你们时报那个版本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拿得出去的，那就是因为既然你说的怎样会想看到它失败，所以就是透过群众募资，透过众包等等这些新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对台湾对世界一个新的形象，就是并不是台湾的外交部在那边送口罩而已，是台湾政府的上面有列出这个几十万人，事实上里面大概30多万人是居民啊，包含我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些人他是没有去领这个卫生部的口罩的，都看到这个配额选择权换显名权啊，变成就是我们人外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这些人的荣誉榜的名字荣誉榜，那像这些也都是社会创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单一的这个 team， 就是不是卫生部，不是外交部，不是什么，而是我们只要想要卫生部做什么，外交部做什么，事实上当时在都知道，只要打1922，然后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那当然1922有问题打的这个作用之外，当时在4月的时候也有像说我们配几口罩，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调颜色嘛，那所以就有一个小男生觉得只有红色的口罩，然后就不太敢去上学，因为戴红色口罩怕被笑啊。那所以他就打电话给1922，然后隔天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指挥官所有人都戴上了红色的口罩，所以一气之间，最后一气之间，他就从这个戴着会被笑的口罩变成戴着最酷的口罩，因为只有他才有这个限定款嘛，就是防疫五月天这个戴着口罩的颜色。那而且这个我们指挥官的家长说他小时候的偶像就是什么粉红泡啊什么之类的，新编主流化妆方面理论上要花1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啊，可以装一新的年，因为打一通电话来就那儿就可以增。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融合了这个 fast fair 啊，就是快速的反应，那公平的反应，以及有乐趣的反应，那就可以做成一个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这样一个成果。好，那我们开场通常是15分钟，所以接下来就要靠大家了。大家如果不就是不问问题的话，我们就要等到结束。现在一会儿再有酒，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咨询室的这个廖导演秘书老师问说，近年来政府机关对咨询安全重视，去年颁布的资安全管理法，其中对私营机关和有私营机关应该配置一位资工专责人员啊，但是政府机关当然有总员合法，不能够随意增加人员啊，所以不知道政府的这样的状况有没有进一步的规划。当然就是说资工专责人员是知道这应该是资安就是相关的那个专责人员，他不一定要是完全专职嘛，但是他需要有这样子的专责的能力，就是随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要是跟我们横向联系的这个 search 嘛，才能够去应变。那当然我们理解到说，我们目前其实只有资讯执行，还没有资安的专属的执行，所以常常就是咨询人员然后去受一些资安相关的训练，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的专责的一个人员。所以一方面他跟总员合法，当然稍微有点严格，但是咨询人员去受这个资安全的训练，这也是实务上面很多人做的事情。那但是在接下来确实我们会想要有资安的相关的执行，因为资安它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上是跟政府有一点点像的，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主要是跟别的其他的可能也会遭受同样攻击的机关去做这样子的影响的一个联系。它主要并不是说像我们咨询人员主要是辅助业务嘛，业务有一个需求就变主要系统来满足业务的需求。自然的人是说这个今天这个被攻击了，或者今天被怎么样子的这个社交网络侵入了等等，他不只能保护他自己所属的单位，也要保护所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攻击者很可能他也感兴趣的其他的这些单位。所以我想有一个专属的执行，然后这个专属执行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升迁加级等等这些做法，我觉得会对我们未来就是资讯跟自然的部位就是混成一个体系是蛮重要的。那这个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总统第二任任期里面，我想最重要的是把资讯数位当做一个战略产业，但是自然本身也是一个战略产业，这两个是并举的啊，不是好像自然从属于数位资讯之下，所以这个自然自己放出来的自己一个体系，自己一个战略产业，我觉得是接下来3年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有几位朋友连的程序动议啊，说语速能不能放慢，太清楚啊。好的，那我想我讲话是不太可能放慢，但是呢，我可以在逗号的地方多停一下。那么我们就这个部分层层啊。我们班讲话是背景。是啊。有12朋友们说，新冠肺炎的影响造成很多行业的衰落，如航空业。没有业，
也造成很多行业变得轻省，比如像网络过去过掉，全国来十年、二十年的台湾，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年轻人投入的？非常好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数位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的工作里面哪些是冗的。那冗 trivial 这是一个我们计算科学界的一个学术名词，意思是它的输入结构很简单，它的输出的结构很简单，它中间的任何人来做，只有正确率跟速度的差别，而没有个人的创意或者判断上面的差别，跟个人生命经验无关。那好比像说，去听一个自来水的水管有没有漏水，去听它没有漏水，这个就是冗的，因为任何人来听都是没有漏水，那只有精确度跟速度的差别。但是如果一旦有漏水，你要修好这个漏水，那就是具有重要度的工作，因为你要跟那边的这个地势啊、地形啊、土石流啊，那边的所有权人啊，有很多东西要协调的，就是说不定你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修好那个水管，而是把那个水管用不同的线去绕，那这个部分就比较需要创造力，而且每个师傅个人经验跟他的风格不同，他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但是去听他没有漏水这件事情，则是懂的，任何人来做都是一样。所以我想就是各位在处理很多案子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说，有一些事项不能安全驾驶，所以没有词，就是你基本上把都打勾完，任何人来谈，大概都没有查到太多。但是有一些就是你需要抽丝剥茧去了解整个后面的逻辑等等。那所以越比较像是某个事情，我们越应该让 AI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来帮助我们，有点像看导航一样，去看过去类似的案例有哪些可以参考的地方。那越需要创造力的，说不定越不需要这些 AI 来帮忙，因为这些 AI 能够建议的说明是之前的旧的这个见解，你是要在这样子的创新的情况下有新的见解出现，那这个就需要人的力量来做。所以我想年轻人很值得投入的，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说在 AI 的这个时代，大家会需要看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这个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名称啊，像在我们咨询科学界，这是叫做体验的设计啊，使用者体验设计。那如果是在设计的领域的话，叫做植物流程的再设计啊，简称植再。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但是都是一样的，就是去看你日常的工作，去反省说这些工作里面哪些部分你在做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机器人一样，那这些部分就可以把它单独抽出来，变成让一个机器学徒来帮我学着做，或者是公开出去，让这个大家在学的过程里面学以致用，来帮助你用众包的方式一起完成。那总之这个部分，因为它很容易检测这件事情它做的到底是对或不对，好或不好，那这部分就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去转移它。所以我想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保持着能够去检视工作流程这个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专业。那当你自己做完了数位转型之后，你运用这个专业还可以去帮全世界跟你本来在类似的状况的人去做类似这样子的转型。所以在接下来会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这样子植物流程再设计、体验设计、服务设计这样子的工作。那这样的工作主要是跟人相处，就不是跟机器相处。那这个我想是未来不敢说二十年吧，未来十年整个数位转型最需要的这种跨领域的去倾听的，然后去把自己的就是经验储备的很好的去套用到别的领域，这样子的一种跨域跨界的这样的人才啊，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们有及时的这个快问快答的部分呢，就是最新的问题会跑到底下，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来回答一下快问快答。我想说请让我预计几岁退休啊？我在2014年33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退休了，因为我在西湖参加创业的一家公司，卖给了一家很大的公司，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只做公共利益的事情。那就是有三个公司，当然是保持顾问的，顾问大家知道就不顾问了，所以就是一个被动式的收入。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已经退休了，那所以现在就是在做公益。那当然很高兴大家就是有参与这个算是有点像合作社嘛，因为一人一票，每年都要缴税啊。那就是大家愿意这个让我全职的来做公益。但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再打算再回去这个经济部门去做私人领域的事情。我现在参加大概都是非营利相关的一个组织。有11位朋友们问说，与
语音输入对法庭活动的记录帮助甚大，但似乎一直未能成熟啊，不知道这方面的进展如何，何时能够成熟上线。其实语音输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那个收音的环境，如果你的收音环境非常好，就是每个人都是别着麦克风或者是用很好的这个收音的音源啊，那其实现在语音输入的正确性相当的高，我们自己都经常的在使用。但是像现在这个空间好像会有回音啊，比方说我觉得麦克风拿去一下稍微差一点点它就不太收得到，或者是说如果是很多人一起在讲话同时讲话的话，你没有分别收音，只靠单独收音，只要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立刻那个语音辨识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收音环境设备保持非常良好的话，我相信目前的识的科技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用。那但是如果没有投资进这个收音设备的改善，而是靠这个事后的编辑、事后的灯打的话，那确实很多朋友们会说，那我们不如自己打还比较快，因为他错字真的错太多了。他错字率如果到10%或以上的话，那真的不如自己打那么快。那所以我想收音设备的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空间的限制嘛，但是像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跟很多高阶的卫生官员开会啊什么，都完全是通过视讯。我们以前视讯是约不到高阶的官员的，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视讯都经验很不好，所以他们都就一定要面对面见面啊，一定要视讯的话来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官员哦。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老了，都不会在家里，所以从国外来，那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约到高阶的官员，而且还会顺便看到大家的样子啊。那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多方视讯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天然很好的一个状况，因为每一方都是分别收音嘛，所以它可以分别录音下来。那这种时候，甚至它一面讲就出即时字幕，而不是事后再从录音去转成文字。这个即时字幕目前也是趋近于成熟，像我最近去那个新创海博，在就是高雄的一个活动嘛，在义大的这个年度活动，那就是三十嘛，就是 Acer 的这个施老师，他就跟杜一景杜老师合作，他们台湾智慧实验室有一个叫做雅婷输入法、雅婷逐字稿这个科技。那他们当时因为手机状况是有视频效果也很好，所以他就一面做简报，那一面即时的字幕就跑在下面，这个就是可以说已经成熟的一个科技。但是如果不是视讯，或者是你的会议室特别是做成单独收音的话，那确实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多方的一起讲话或者是回音或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个音场的设计还是大家要花时间想一想。有一位新装的谢金燕问什么对，跟久违也蛮赞啊。问说前阵子因疫情啊，许多许多机关使用远距的视讯软体资嘛，这么有资安的疑虑嘛？那因为目前许多本土的视讯的远距软体又不够稳定啊，是不是有研发部门专用的远距的视讯的软体的计划啊？确实，我们自己其实是自己架了，我们是架 Meet.dv.cn.tw。那这个就是直接架在就是国网中心啊，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它完全是开放原始码的一套软体。那也有很多，我觉得像新北市的忘记校长的那个联盟啊，还是什么，他们自己因为这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自己的机器上面架，那所以会训练很稳定，那所以也没有什么自然疑虑，因为它就是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再出来，它不会到什么就是别的国家去，不会像字母一样他们改一下设定，本来就是跑在台北的，那就会忽然跑去香港，后来跑到香港就忽然跑去上海啊。所以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对，那当然字母后来说这个他把我们跟那个上海算作同一区，他们搞错了，其实台湾应该是跟香港同一区才对啊。那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跟他们斡旋，因为台湾跟香港放在同一区，本来也许还可以接受的，但是最近又不太能够接受了，所以目前还在积极的谈判当中。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有像 GCMeet 这样子的系统，其实是免费的，那你也不用付授权费，它完全是开放的原始码。所以不管你是用 GCMeet 它本身的网站，或用我们自己架的像 MeetPeeds， 都是现成的，而且都还算。至少我们用目前用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不稳定的这个状况，但是可能功能稍微比较良顺一点，但是最基本的好像分享屏幕啊、举手啊什么这些。
件都还是有的，所以至少我们自己是用这个，我们也有推荐像推荐过办公室啊等等的去运用这个软体，所以这个是我想教育部好像也有推荐嘛，就是我们当然本土也有训练啊，也有教科啊，也有这些厂商，但是 GCP 也是在他们推荐大家可以使用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回应。那当然我们目前还是跟这个如果陆陆在谈判当中啊，那这个是就希望谈判可以多多少少有一个进度。有几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我曾经分享过番茄钟的做法，也就是说工作二十五分钟，然后就自动休息五分钟，那有没有这个思考工作时间超过二十五分钟的思考时间？这部分的工作上要怎么安排？非常好的问题。我现在已经不像十年前采用这个工作法的时候还要真的去转那个闹钟了，我现在是几乎是内建的，就是刚才到快到二十五分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讲话速度慢下来的感觉，或者是到五十五分的时候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已经内建在那个生理时钟里面，所以这个休息五分钟并不是说要你就是完全放掉手边的事情，恰好相反，它是让你暂时不要就是打字，或者暂时不要写字，就是你如果正在输出的话，你在正在输的话，这五分钟就是起来就是可能伸个懒腰，或者稍微做一点运动，或者是喝一个杯茶或怎么样，但你脑子里当然还是在转，但是它就是中间有一个时间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稍微去解释说，哎，那你前面二十五分钟做的事情这个方向有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很容易就是就是一股脑就写完了，才发现说一开始的这个题目设定啊、议程设定啊，其实是可能要抽开一点点看。所以那五分钟并不完全是用来好比像说在Twitter 或者 Facebook 或者 PTT 上面跟人家留言啊，这其实是我的兴趣啦。但是我不是总是在那五分钟做这件事情。在如果是很就是专心在工作的话，那我那五分钟是用来稍微抽开一点，去看我前面那个番茄钟方向有没有变。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再继续买，继续再做同一件事情，再做二十五分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那还有就是说，我还是会稍微看一下 email 啊等等，因为很多我的同事都知道说，我的手机永远都是转静音的，所以我在二十五分钟专心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找得到我。但是如果有什么很紧急的 email 的话，我半小时内一定会，因为我五分钟就会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紧急的需要我处理的事情。如果真的很紧急的话，那么下一个二十五分钟就专心来做这个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持续我上一个这个工作。那这样的好处也是说，我不会被大家在常常 line 啊或者什么上面，让我想到一半，然后你就看到对方还在打字，可能你不知道他想要打什么。那这种就是他一面想一面打字，然后每一句话都不完整的这个情况，那是最耗费这个人的心力的嘛。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精神卫生的角度来看，你看一封完整的 email 去回，你回完成就是回完。如果那一段就是一面在打字，然后一面送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贴图的话，那你就是一面工作一面还会被这个东西纠缠。那我的做法就是，我每天醒来看一次 line， 睡前看一次 line， 也就是把 line 当做 email 用嘛。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完整的想完了，我才把它当做 email 一样的回复。但是呢 ，email 我是每半小时看，也就是把 email 当做 line 来用。那这个原理就是说 ，email 是你想完的全部写完才会按送出嘛。如果你写两句话就按送出，再写两句话再按送出，再写两句话再按送出，大概明天就被 fire 了。但是就是 line 的话，好像大家都会这样子做，然后也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那所以我觉得，为了确保自己的这个就是心理健康啊，我是尽量是在就是准时半点钟的时候去 check email， 那每天只 check 两次嘛，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排我的时间。有九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这个代理方面需要什么的一个问题，关于电子支付的部分啊，中国大陆地区80%的用户使用支付宝，那台湾呢也鼓励使用电子支付，好比像说台北市政府就使用乐付、蓝卡、锦茂卡，这高中生也加码。那么三倍券可以不全部推动电子支付呢？毕竟零成本呢，也不用花费时间成本去排队。确实，我是说会绑定，我完全没有排到队啊。我是绑那个邮局的信用卡，大家本来的邮局的信用卡，其实它都没有感应 Visa 的功能嘛。但是我就是因为三倍券这个政策，才知道说，哦，原来最近两年。发的提款卡就已经是一个感应式的 Visa 的信用卡了，
但最好真的是很好用。那昨天晚上在邮局，邮局的朋友又告诉我说，今年年底之前它又会变成一张悠游卡，那就很好用了。所以未来就是对我来讲，这个其实推这个方案让我对邮局有一点改观了，就是他们从最一开始到现在，他们的处理量都是非常高的，超过预期，而且也几乎没有排到什么队。比起这个7-Eleven来讲，是那个消耗量更大。那其实，在以前会觉得邮局是有这样子数位转型的能力哦，那他们在这一次真的是超过大家的这个预期，所以对我来讲，因为我绑定那个邮政金融卡，然后我去刷了3000，那因为我绑定的时候就说这2000块，本来他要刷3000领2000嘛，本来他要给我的这2000块，我可以输入爱心的捐赠嘛，所以我就输入这个5942140啊，那它就是一个 140， 一个专门做移工的，在台湾的教育的。协会，那他就是让移工在台湾的过程里面可以半工半读，所以他来这边当然照顾我们台湾人，但是回去之后，他可以用这边学到的一些线上的，或者是他面对面直接学成，回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也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等于是有 give and take 啦。那因为这一次3000券没有发给移工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可能更需要这个，所以我就只能举。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确实完全同意这位朋友的见解，就是说，这个行动支付也好，就是台湾 Pay 啊，或者是其他什么 Pay 啊，或者是至少就是千兆金融卡、Visa 金融卡的绑定，是绝对不用排队，而且真的是零成本，而且创造的这个体验，我觉得也非常好，我捐出去心里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不坚持只用这个呢？当然，大家可能知道，最早的版本是只有这个的，叫做股东券的那个时候。但是有非常多的小商家摊贩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只有能够付得起去改 POS 机的那个钱的商家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受惠。那其实现在改 POS 机就是收银机，其实真的不是那么贵的事情，所以我是有一点怀疑说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只有有缴税才能够受惠的这样子的意思，因为你一旦装 POS 机你就逃不了税了。那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非常小规模的营业额，就算装 POS 机我们又不出而已，说这个你有一个就是不一定需要收那么多税的一个宽限期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很直觉的还是觉得说没有啊，我就是收现金啊，就是任何顾客来我就说我只收现金，现金交易。那而且这个现金去追踪到底是谁来使用，所以他去购买他的进货货项的时候，就把他这个3000券用掉。那对这样子的就是全匿名交易，而且他真的不愿意去装 POS 机的这些朋友们来讲，我们仔细一看，比起电商或者比起大的连锁，就是一定可以刷到2000多元的地方，确实在疫情里面，这些大的电商有些还一定是成长。那而且尤其是这些连锁的这个 convenience store 就是。便利商店其实业绩都是成长的，那反而是就是这些可能装不起或者不想装 POS 机的这些朋友们，业绩是最惨的，就是影响最大，因为大家都不出门消费了，也不太群聚了。那没有群聚，当然也就没有这些小摊商这个工作的这个空间了。那所以他们确实是最惨。所以我们如果只做就是数位的支付的话，当然您讲的都对，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们就是在疫情期间最需要振兴的，反而没有振兴到。那就会变成是说相对上来讲经营的还 OK 的变成主要的受惠者，那它实际上有点加深这个不利的。那所以 anyway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当时在规划口罩实名制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最早是在超商而且或药妆店，那每个人只能买3片，但是问题就是说 7 不会知道你刚刚才在全家买过， LIFE 也不会知道你刚刚才在 OK 买过，所以我们当时其实都已经规划好了，就是你用行动支付、悠游卡等等的方式，因为它只要是记名的嘛，我们可以规定说，只有记名悠游卡或者行动支付才能够去超商或药妆店买口罩。那我们只要这样的规定，那当然每一个都可以互相交叉集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每个人真的就每个礼拜只能买2片或3片口罩，而且当时的系统不是现成的，我根本就已经准备了。那可是当时就是陈其迈副院长告诉我们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样子就只有40%左右的人会买得到口罩，60%的人会变成买不到口罩，只有40%能买得到口罩，即使每个人都有3片或甚至6片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就是60%的是大多数人，
会变成防疫的那个叫破口，就是没有物理疫苗。这个物理疫苗如果要作用的话，最好是有九成的人，至少要有七成的人都要有口罩，即使他一片都没有。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就想说，那好吧，那还是回到药局。那大家去药局排队，当然非常的辛苦，药师当然也更辛苦啊。那但是至少就是确保说，真的七成、八成的，最后九成的朋友真的都拿到了口罩，那当然防疫就提前达成了，早前部署就达成了。所以确实啊，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只管创新，我们还是要管服务，就是这个社会还有的这个价值。那在口罩的例子里面，跟三倍券的例子里面，我们最后被说服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 empower people to assist the suffering， 就是他最越痛苦的，他应该要越被折服。那当然，后来我们本来是想做纸本，但数位券都出嘛。那但是因为纸本这边，后来因为感谢台全会的朋友刚刚加上一个信封，但因为要加信封就不能乱加，就要好好设计。信封设计的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就算里面的每一张券都花完了，还有一个纪念信封，加上一个塑胶夹。那所以很多朋友就因为这样的关系，觉得说啊，这个真的非常有纪念价值。但数位刷在前面，可能做完就好像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在那个会也有提案说，我们为了提高数位绑定的几率的话，你应该是数位绑定的人都送一个唯一的有序号的防伪的雷射的小贴纸，让你可以贴在你的悠游卡或者你的信用卡上面，来表示说你有绑定这个数位的三倍券啊。但是那个时候纸本的人已经非常多了，我们的钱都拿去加印了，就没有机会印这个小贴纸。不过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数位的支付的部分，还有文化部的地方券，这个农委会的农业券嘛，教育部体育署的动资券嘛，动资券嘛，那还有客委会的客庄券，这些加起来就超过2000块。所以我们在三倍券这边没有办法完全照顾到的，但在刚刚讲的这些特定的部位，因为他们补助的对象，好比像说书店、电影院等等，他刷够资金大概是真的没有问题嘛，不可能说他们还要这个逃税嘛，这个大家能想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纾困一些。我们本来打算在三倍券纾困一些钱，现在就是到后面这四个互惠加码的部分来实行，包含公开抽签啊什么，我们都已经想好，就是在文化部这边使用。那在三倍券这边，还是照顾到这些小的摊商，那让他们至少可以收到纸本券之后拿去进货使用，而不一定要他自己跑去银行说一定要一个什么税金编号来呈现。那有13位朋友们想听您诗歌的施明雅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请问您那么忙会不会感觉累啊？如何安排工作外的休闲活动？有没有阅读习惯？都读哪一类书籍啊？应该来讲就是四个问题啊，我们两个先问，就一个一个来回答。累的话倒是还好，因为对我来讲，我主要的工作是在睡前把资料都看过，但是老李看的时候发出声音也不做判断，然后我就睡8个小时，但醒来就有通常有一些创新的见解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个太复杂的话，我就要加班，就是要睡到9个小时。对，就是事实上我工作是在就是梦里面工作，这种情况下大概是不太可能累的，因为这个我的同仁都知道说，如果睡不够的话，其实就是后面那一点就等于做废掉了。所以其实像我调时差比较慢，所以我出国的时候也都是前面后面要各留一天，就是专门用来调时差。所以后来就是都开发那种远距，通过虚拟实境啊、全息投影啊、机器人啊什么，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很酷，这样也真的蛮酷的，而是说我调时差真的很难，所以对我来讲，半夜醒来稍微适应一下再回去睡，这个是比较好的。我如果飞到这个日本去的话，那这个我作息就会完全断掉。所以就是对我来讲，白天大概都是在休闲啊，白天是就是很放轻松去听各界的声音，我自己大概都不会下什么价值判断。那我如果形成判断的话，都是屁股的放在睡梦中就能做好。那所以可以说，我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休闲活动。那时候这个海天圈老师，我在入门的时候问我说，给你来接这个位置，你是为了什么？要施展什么抱负吗？或者是说有什么责任呢？还是爱国呢？还是什么？就是常见的一些理由啊。我说都没有嘞，我就是做兴趣的啊，这是我的休闲。那所以就是因为对我来讲，去听各式各样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试着在里面呈现出共同的价值，然后找到一些创新，可以把本来优质的一个变
成人我的这些价值是我的兴趣、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自己并没有要推什么，那如果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像总统北黑客做的这些提案被推动了，那都是这些朋友们自己的功劳，那我只是确保说各方的朋友们能够听得懂彼此所说的话而已，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休闲活动。事实上我是有阅读习惯的、啊、没有错，但是大部分都是读电子书，但电子书都读哪一类书籍啊，这个是要我现在就把屏幕开起来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屏幕开起来。没有料到被这个读者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在读的一本叫做 Data Democracy and Mix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它讲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在好像传统上面的右派经济右派就是由市场来搜集资料，然后由这个资本家来随机监控，到传统上面的大市场的那种左派就是由政府来搜集一切分析一切分配一切的这个加量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就是继续往前走，叫做 data democratization， 就是主要是让社会部门来管理资料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而仅仅是让经济部门，也不是让我们那这个是现在大家在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你要照顾公共卫生就不得不牺牲隐私人权了，你要照顾人权好像就不得不这个确诊案例一下，那当然全世界有一些反例，那台湾是最大的一个反例，就是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封城，然后你说就是有安装什么 APP 要有收集 GPS 讯号也都没有嘛，用的就是一个就是你要么选防疫旅馆要么就是你的手机14天的虚拟防疫旅馆，那在除此之外，都没有什么别的额外的资料收集的工作。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保有绝大部分的，起码我们没有宣告紧急状态，我们还是在就是宪法的一般运作的状态下。但是防疫并不还蛮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变成了 Democracy 在国际上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那所以大概就是在看这些书 ，Radical Markets， 老子道德经的另外。The Great Illusion 啊，就是 Mearsheim， 就是一个外交的一个思想家，这个公式现实主义者，反正大概就是在看这些相关的一些书吧，就是最近在看的书，希望能回答到。那有一位朋友问说，我刚刚说调试下很辣，有没有吃过这个 melatonin 啊？有没有吃过褪黑激素？我去巴黎的时候有买过，也有吃过，然后没有什么用，所以没有。我也没有后来在想这件事情嘛，就是对我来讲，那个好像是有点安慰剂的作用而已，所以我可能对很多人是有用的，但对我来讲是用处比较少。有12位朋友问说，请问未来法官跟律师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那 AI 在我的理解里面，都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了。那为什么叫 assistive 呢？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在想 AI 的时候，是把你跟你的就是人类的助理 human assistant 用一样的方式去想。如果你今天招募了几位这个人类的助理来担任你的助理工作的话，那你大概会要求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value oriented， 就是说他帮你这个打下手来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他的对事情的判断的价值应该要跟你的价值是一致的。好比像说，你如果注重你自己的隐私，那他不能跑去跟别人讲你的隐私嘛？你如果注重这个公平性，那不能他忽然间变成收受回扣什么东西的东西。就是说，他的道德观必须要跟你的价值是一致的，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 accountability 中文可能翻，我现在都翻成交代，就是他给得出交代，对你给得出交代，他做了哪些决定，为什么这是符合你的价值的？对外给得出交代，就是他从你这边了解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跟外界对你的期待是一致的，所以是双面交代啊。那所以能够给得出交代，又它的价值跟你一致，我想这个是人类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如果他给不出交代，就是你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看起来跟我的价值不一致，他又讲不出话来，又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话，那你大概就会解雇他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对 AI 也是一样的。当你设计出一个 AI 去把你在工作上面比较冗的部分交给他做的时候，他同样在做的时候，如果涉及价值判断，应该跟你的价值是相一致。如果他做出一些价值不相一致的部分，他必须要及时的给出交代。如果给不出交代的话，这个 AI 就应该立刻这个解聘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比较正常的
方式去看待，而不是为了 AI 而 AI 啊。好像说 AI 现在暂时没有主角，但那我们就暂时这个拨款给他，那这样子就是相当糟糕的情况。因为尤其是当他在这个关于公平性的决策上面有地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在就是成文法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就是做了一些不太公平的裁决的话，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救济管道。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里面所牵涉到的，不管是判例啊、人事啊、或者是法条本身啊、诉状啊等等，大概都不会因为主张什么专利权或著作权的关系，让这个大家没有办法去寻求救济。但是现在的 AI 演算法并不是全部都是公开抛弃著作权、抛弃专利权的，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光是你觉得你可能被歧视了、被不正当对待了，你要去争这件事情，都有可能去侵犯到什么专利权或著作权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算法凌驾作用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当然对我来讲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在公部门里面，主要还是做这个就是人类处理能够给人所交代价值解释的事情，我们让 AI 一定程度的进来做。但是 AI 进来做的时候，它只要代理人所交代等等，那我们随时都回到就是人类的这个过程里面，不会只是因为说他判断的速度快，然后就交托给他一些好像他可以反而才是做价值判断，我们只是执行 AI 的指令，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兴趣。所以这个只要这个有把持得住，那法官也好，律师也好， AI 就是来帮助各位的，是没有什么取代的这个问题。那有十三位朋友们问说，这个我是不是觉得热啊？我们都很热啊，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开冷气？这是属于程序动力的版本。这就是给人数交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啊，非常看得懂的。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了。Julia 有十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就行政委员法院面对黄大仲和余额的批评及误解啊，法院的参访活动能够改变人民的看法，但是来访者占全国人民的比例太小，请问如何借由现在的科技，简单的让没有来采访的学生、社会大众见证法院的科技以及法院的公开透明啊，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之前我有参加过，就是应该是市立医院嘛所办的一个活动，那他就是跟学生们合作，然后让学生自己经营一个模拟法庭。那这个模拟法庭呢，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并没有只是让现场的朋友，而是说它包含就是远距的这个侦询嘛，那包含远距的参审嘛，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我就是这样子一位。虚拟法官啊，我人事上是在行政院里面，但是我就是透过像就是去那个联合网站会就是发言那种模式嘛，然后那如果这个比当时日内瓦更好，因为他们帮我找了一套椅子啊，对吧？不是只有一个 iPad， 看起来是稍微有打扮。那当时就是透过一个360度的一个方式啊。去建立这样子一种数位的法律，那这个数位的法律，因为它有一个360度的一个影像，那它就可以让任何人有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也就是说，从这个法院的配置到它的就是提出这个证据，然后到那个量刑的参考系统这个 demo， 都是用这样一颗就是一颗球形的一个摄影机，它就刚好放在这个正中间，所以它离各方。各位可以看到，它离各方的距离差不多一样远。那所以你只要戴上 VR 也好，或者是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这样子，稍微环绕一下的也好，任何人都可以同时的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因为二维的摄影机，它不管是架在哪个角度，就是在那个角度有利啊，因为它看不到后面的那个东西。那但是这种球形的摄影机，当它放在中间的时候，确实让人就有一种，那就是好像我自己也身临其境，也到了现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虽然我常常是就是大家就是一开始想到我都会觉得说，我这个远距办公是不是在家办公啊，但是事实上我都不是在家，我都是巡回各地，
那我巡回各地的时候，我每到一个地方，好比想说到行政院的这个各地的办公室，我就会邀请他们去把这样子一种远距的视讯传的这个软体、硬体、收音这些设备都设置好。那一旦设置好之后，我们就好像多了一个点。那我们未来在巡回的时候，我每次到任何地方，在这些不同点的朋友们就可以加入。所以其实我常常是巡回全台湾，然后我去那个地方，好比像说去内湖，就是南投啦，那或者是去离岛啊这些地方，那他们当然就是对他们来讲只是开一个在地的这个会议嘛，他们就知道平常他们聚会的地方，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及时的翻译，好比像原住民族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以及文化的翻译，我们就会透过台北的社创中心，那台北的这个跨12个部会的承办科长以上的这些朋友，就可以好像这两个会议室被打通一样，实际的看到在地的朋友们都有哪些创新，有哪些想法。那我每次巡回到一个地方，好比像去这个台中应该是金武术馆的楼上嘛，第二个是会创新的那个店啊，或者是高雄啊，或者是桃园啊等等，那我们就会把那个地方的设备设置起来，那在下一次我们巡回的时候，他也可以一起加入，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好像真正这个非常同舟共济啊，同舟一命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加入就是加入一个大家一起讨论的所在，而不是说在当地讨论完之后，也变成这个一页 A4 或者一个 PowerPoint 简报，然后放到台北的时候，台北的这个部会再转到那个部会啊，每次还转，就是我们感觉有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从在地的角度来看是创造更多的问题啊，所以就是确保说我们讲的巡回的时候，大家都是面对面都是在场。那只要创造这种在场的感觉，其实一次之后，那他也会让亲朋好友再重新回来看这样子的就是直播的状态。所以他在事后也有一个录影佐证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像我们当时有一位叫做主持人的朋友，他是在我们的公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是联署平台上面提案，他说暴雪软体还用到爆炸，但是非常的这个情绪性的文字。是80%都是留言，都是在讲什么官帽怎么样，财政部长下台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很有这个很酸了、啊。那但是当时我们的财政部的开发政府联络人在2017年的时候就直接回说，在这边只要拿我们财政部给我们批评指教的人嘛，我们一律给我发给一个邀请函，希望大家两个礼拜之后来我们财政咨询中心，大家一起创造出明年的保税体验。那在场呢，我们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财政咨询中心，但大家都可以有一种好像身临其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共同的创造。那这个共同的创造到最后呢，就变成了我们新的这个高雪人。所以这个新的高雪人其实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说为什么可以有一个公务的人他的就满意度那么高。那但是为什么满意度那么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留言说高雪人你能用到爆炸的点，有接受这些主持人，有接受这个邀请函，也在我们这个360的这个镜头的直播底下，每个人对于报税的那种怨气啊，都能够疏解。就是我们有一个使用者的旅程嘛，从开始到报税中间，到报税的后面，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行动，收到了怎么样子的劝导跟细节，还有怎么样子的需求，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的情绪到底好不好，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大家一眼问。过程里面贴成了这样一个便利贴，那最后大家发现其实问题就只有这么几个，等你解决完了，那也就解决完了。那如果是洗版的话，大家很容易觉得说好像有无限多的问题，但事实上就那么几个问题。那在这里面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并不是说单一的这个创新有多么厉害，而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卷动越来越多的人。那你这个人只要能够被举动，他就算只是目前一句话一个便利贴，他都觉得这个新的高雪人是他做的。那他一旦这样子做了之后，他就会认同这样子的做法。那这样子呢，自然他会帮你再去传十，十传百，也就是 R 值会等于十啊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他会去流传了。那这里面呢有一个要诀，就是说他如果当时的留言是写字报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务员嘛，会在那里面有一个自动转换器，就是当你网友留字报多的，你要让长官看到的时候，你会把它稍微修饰一下，那种文字稍显冗赘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看起来就是让人比较就是血压不会升高的一个语句啊，简单来讲就稍微和谐一点了。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妥协了他的见解的话，你就不是跟他站在一起，他就不会觉得这是我的作品。所以他，你最多只能把惊叹号拿掉，他自曝多，你就要写自曝多。他写本来的报税华丽到让人迷惘，就要写华丽到让人迷惘。但事实上，当时这个在报税的，就是2017年以前的那个版本，你报税到中间，好像是试造完成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会忽然冒出一个与曲国学学很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在那边跳上跳下，然后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好，让他变成两重，才能够把那个东西按掉。那就是因为他想要让你感觉好一点嘛。那但是很多朋友就很尖锐的指出说，世上报税没有人心情会好的，在平常看到那个。就是会觉得很可爱，在当时就会觉得很讽刺啊！也就是你不要想办法让我们心情好，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那所以特别痛快，就是痛的就把那一个解释给。不要想说你怎么样把那个好好玩的更精美啊，怎么多精美都没有用啊，就是赶快把它结束，别让中间跳出什么用都没有了。那像这种有点挑战我们设计的基本理念的，我们也必须要把它写进来，然后贴在最左。那一个一个都解决了，像这边是官贸网络的朋友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国税局的这个雇主，就是承办人嘛。那这边就是在网络上骂他们骂的最酸的这些朋友嘛。虽然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就是实际要来工作坊，大家开始画画面之后，其实也算不起来了嘛。所以我们用了四场这个 co-creation， 就是共同创作的 workshop， 那做出来这个新的报税的体验。我这边要强调，不是说它很漂亮，很漂亮。当然，叫请设计师都做得出来，而是说有五千个人上都觉得说，这个里面我有名字，至少好像是那个盖一座面嘛，这个我名字就写在上面。那所以，这个满意度到达96%，五千从来都没有听过的。那在另外一年是只有苹果跟 Linux 的系统 ，Windows 还是用旧版的嘛，所以 Windows 反过来还需要跟 Mac 借电脑，因为想要体验这个新的。那到去年，当然它的满意度到了98%，那完全同一套系统。其实就是大家在手机或者在网站上面可以定这个口罩的口罩2.0的这套系统，就是改几个参数，它就变成买口罩的系统。现在如果大家有去这个三倍券使用那个绑定系统或线上预购的话，也是同一套系统。所以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报税品能用到爆炸，事实上就是每一个部位只要看到这样的所谓叫标量案例，他立刻就会学习。所以做事情虽然我们其实没有付他钱。但是他因为这个案子的关系，所以就红到这个发紫外线，就是各个部会都希望他去带这样子使用者流程的设计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坊。那所以可以说是其实有点像做反向采购，就是说不是我们想好一个做法，我们让民间付钱让民间去做，相反民间提出一个挑战，说你告诉人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明明可以更好，然后我们说好了，对了，我们没有错，那大家一起来把它做得更好。那所以反向采购当然也没有什么。这个采购法的情绪的问题了，因为民间根本就是志工嘛，我们是让越来越多的志工能够去讨论出这个状况会怎么样子更好，所以接下来当然也会有这个参与审判啊等等的这种案例。那我们在这边刚刚讲的这个参与法庭啊，这些良心系统啊，这些线上的这些互动啊 ，VR 的体验呢，我觉得就是很像是在办参与式预算以前，先让大家能够把预算视觉化，先能够看到预算的。先能够跟电力运算的人有及时的线上的互动，那这样的话，他在自己进来的时候，才是带着一个完整的脉络进来，也才能够做到就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贡献。所以我想重点不是让大家见证嘛，而是还是要他有一点点贡献嘛，就算只有一点点，只要他觉得有某一个小小的地方，因为他而变得更好，那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很愿意帮你一传十，十传百。像我们这个乌克兰台湾刚提到的，就是口罩系统4.0的部分。我们也是可以立刻就可以看到说，哎，已经有今天会过70万，70万人啊，已经用这个健保快递去，就是贡献出564,713片口罩，而且有一半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所以就是你可以想一想说，你的这个 engagement 就是把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啊，或者是让大家参与啊。那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它可以留一个名字下来？好比像说，我们就知道我们捐献国际的口罩里面，唐凤就贡献了36片的口罩。不过事实上，我只有6片的温度了，大部分其他是唐凤品、唐凤品跟唐凤献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们只要。
按一下分享就可以要分享到他们的社群网络上，就一传十，十传百。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他的名字的话，绝对没有人会帮忙分享这个网页的。所以就怎么样让他的名字跟他的贡献能够真的被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大家在设计这样的参与机制的时候可以来想一想的一个问题。有这个14位朋友想问说，多数记者耸动断章取义的新闻标题，经常影响民众对司法的看法。那如何增加民众亲近以及了解法律的意愿？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想麦克文还有一句名言啊，就是不要当媒体，自己当媒体。就是说，如果就是媒体下的标题，有让你觉得这个曲解啊、误解啊之处啊，好比像说，好像这个什么在某一个什么审判什么律师的什么最高的什么补贴的费用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有所限制呢？等等，哎，司法院的小编就一瞬间就发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社群媒体的一个反击嘛，告诉大家说，哎，大家看到那个断章取义的标题其实是错的等等。那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那个反应的速度。你反应的再好，如果你等到下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是你等6个小时再反应，那就跟没有反应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当时这个反应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它抓在那个黄金，就是2小时里面。我们在行政有一个叫做222的原则，就是每一次有这种标题杀人的情况，而且是我们的部会可以出来澄清的，它就要2个小时之内提出2张图卡，里面都只有200个字以内，那而且要好笑。那他只要这样子做得到，那我们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那好比像说，我常常这个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这个人吧，当时这个有一个谣言，那当时也是非常标准杀人，就是7天内染发烫发只要超过一次，那个政府就要收100万的罚金了。而且还真的有人会传，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很愤怒，为什么政府真的是缺钱缺到这样，要收那么多罚钱？然后罚金，那当时就在不到2个小时之内，当时院长就推出了2张图，就是其中一张啊。那这张是这样讲的：7天内你还罚的话，会罚100万吗？这是假的。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主任，他的一个图片说：就算我现在没有，我也不会惩罚你不罚的。非常小资说，这个是针对药剂厂商的标识规定，跟美容业者无关，而且2021年7月才实施啊，这是主要要讲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目前的院长跟那个一个吹风机的图片，他说不过你如果1周内染好几次，烫好几次头发，虽然不伤头发，会伤头发，严重的时候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很幽默，因为他没有跟看别人玩笑，跟那个自己玩笑。而且呢，一下子他就占据了这个关键词，所以如果你去找染发烫发花100万，你会看到这张梗图。本来那个谣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被洗掉了。因为这张的儿子啊，远高过当时那个谣言的儿子。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humor overload， 幽默疲劳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像各位可能也还记得之前的卫生纸之乱，可能有大概2-3天的时间，谣言盛传说，因为我们口罩工具及国家队要1天200万片不到的口罩，要增产到1天2000万片的口罩。那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谣言说，但是他用的就是卫生纸跟纸浆，所以很快就没有卫生纸给你买了。那这段时间不是真的，因为口罩是 PP 嘛，它其实是塑胶了，所以其实跟那个纸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掌握了这个在2小时之内就出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现在看过院长正面的梗图吗？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院长背面的梗图啊。院长背面的梗图就是这个，就是不管你们再怎么会囤啊，臀部的囤啊，我们都只有一张卡子啊。但是非常非常的幽默，极为幽默。但这张图卡本身就是一个卫生纸的包装，你看，有发现？那他这个除了就是要强调一下这个不要囤货的囤之外呢，他主要的那个要正面宣导其实这个表格嘛，就是卫生纸是南美的纸浆，用的就是台湾的纸布，所以我们再怎么整改这个也不会导致另外一个缺货。那么而且刑法255条嘛，就是这个传播谣言公开啊，实际上是可罚的。后来好像也真的找到3个人嘛，那他们好像是卫生纸的直销商嘛。但是总之说，不管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当时就是闹哄哄性的购买，大家都知道，好像是3，平均1个人会传给3个人。但是我们只有一卡
他自己，因为这个大家小时候可能看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吧？但是他是一个大家曾经觉得很好笑的一个人，那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比较高，所以在两天之内，当然就是很感谢经济部的这个协调，就是周末就在加开班次啊，确保说每一个这个突破点卫生纸都就无限的供应啊。那这个情况下，这个恐慌性的部分也就消失了。那当然过了没多久又来泡面之乱了。那泡面之乱的时候，也是像两小时之内，我们院长马上就推出货很多尽量买的那个反向心理循环啊。而且这个县长这个马上在底下留言说，不要只吃泡面，还要买蔬菜啊，蔬菜也很多尽量买。所以大家里面非常欢乐，有点农业嘉年华那种感觉。但欢乐，这个大家很欢乐的感觉又消失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再的实验，就是每一次。想出一个梗嘛，后来我们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家里就有这只柴犬嘛，它就变成卫福部的发言权，所以每次只要推出一个新的这个政策的话，比方说 physical distancing 我们的社交距离，它就可以解释说室外的这个上这个室内要三只柴犬以上，这个大家一下就记得了。那打核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演出口一样，防疫期间严禁吃手手，那也好肥皂的勤洗手，那只要看到这只柴犬你就是要去换买口罩，口罩是干什么呢？保护你自己，不要没有洗手就去碰自己的脸。所以这些基础的科学知识以前都是好像很难以亲近的，但是因为有这样子一支就是发言权的关系，这位开放政府联络人每一次下午两点的记者会之后，他就回家，因为他家就在卫福部大楼旁边不远，然后呢就拍他的那个照片，然后就上传了，所以还不需要付补的费用啊，就是非常棒的。这个每一个的耳识度真的蛮高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即使没有空，每天下午两点听我们的带状这个科普节目，那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图卡，久而久之一百四十天下来，大家都变成好像业余的传染病学家。但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大家都可以了解后面的科学的基础。那大家都了解科学的基础之后，其实每个人就会像一个就是最懂的人，可能是专业的传染病学家，我们这个青年人副总之类的。那最不懂的朋友，可能是有很多恐慌的谣言。那我们中间就会有一个很平缓的一个 level， 就是每个人都会稍微懂一点。然后呢，他不懂的知道要问怎么样上面的人。那他手中有很多很好的图卡，很多科图啊，很多这个影片啊等等，他可以分享给他更不懂的人。那当每一段都有这样子的人能够接续下去，而不是说只有极少数专业者懂，其他人都完全不懂的时候，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全民的，好像整个社会的预防接种，就是每个人都了解传染病学的原理。那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创新的能力嘛。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变成是，就是我要疲于奔命的这个只有机关署能够解释，或者只有指挥中心能够解释，那他们的人真的是有限的，所以就是靠着我自主传播的能力。也可以大家多想想说我们对死亡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有一个程序的一个问题问说，请问今天演讲录影是不是会放上网络啊？应该是会放上网络吗？没有看到这个录影机，所以我的演讲大概都是会放到 YouTube 上面，而且会用创意 CD， 就是抛弃掉大部分的著作权，全只留下写名权，写名权是你付来源网址就可以的那个方式去任意的使用。那当然就是任何采访或演讲都是这样子做，所以这个当然也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当初设定这个条件的时候，也没有料到说有人就会就是日本的嘻哈乐团就会截取里面的段落去混音，然后变成他们的这个嘻哈的创作了。所以就有一阵子都在希望这个唐凤跟日本的 Swans 乐团合作，我想说我根本没有听过这个乐团啊，到底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录音。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原来我抛弃掉著作权的权利，不是只有记者会来使用，不是只有学术工作者会来使用，原来嘻哈乐团也会来使用。但是当然，这就是开放式创新嘛，就是你事先不去设限，那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帮忙这个宣扬这个理念，那这个也蛮好的。有1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台湾创新的阻碍是什么？什么可以催化创新？以及社会创新能不能一定程度上去处理结构性的问题，好比像高房价、低生育率啊等等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创新目前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情况下，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政府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必须要规划出这个发展的方向，然后除了这些之外都不允许创新的话，那人民的这个创造力就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刚好就是
因为防疫，所以大家更愿意去想说，如果创新是要社会创新，照顾到整个社会，不是只照顾到我自己的荷包，这种社会创新的气氛现在是非常强的。那二方面呢，因为在过程里面，我们都知道陈时中指挥官他听到任何的这个就是离经叛道非常奇怪的主意，他永远有个固定的回应的态度，就是说啊，这个你早点告诉我嘛，这个你教教我嘛，这个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之类之类，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一定有很多我也没有掌握到的，我也没有想到的部分，那大家一起来想。那所以这有点像弥马效应，就是说他觉得公民社会一定可以想出很好的创新的主意，每周每周每天每天都会有新的主意，那公民社会真的就形成收起来。如果他是有一种宁可使用之不可使之之哦，就是他什么都最懂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公民社会就会真的好像他那样子，就完全什么话都会讲。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一面防疫一面促进民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气氛。在以前的阻碍主要还是刚刚讲的，就是传统上面会觉得说，往这边发展是一直谋求自己往一个股东的利益，是牺牲社会利益呢？那这边照顾社会的公民正义，是不是牺牲效率呢？这个就是传统这个经济和经济右派的这个互相拉扯。那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 Liberal Democracy， 台湾可以说是找到一个新的这一条路，就是说我们可以一方面去追求这个创新的效率，但是呢，一开始的设计没有办法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推翻创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当然，高房价、低生育率等等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总统被克服，因为我们前市场才刚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上总统被永续发展黑客松 （Presidential Hackathon） 的这样子一个网站。那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是让大家许愿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队伍呢，其实在解决的真的都是实际当地的朋友们碰到的问题。所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多这个发展不均啊，或者是说如果年轻人想要返乡地方创生，那他会发生这个他的小孩或者是他的长辈的他的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健康上面能够更平权啊等等的这些题目，那甚至像一些比较就是更结构性的题目，像农地普查啊，或者是说就是像现在这个健康气象预警啊、热常态啊。那海洋怎么样保持清洁啊？怎么样去说服大家说你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永续设计的方式去确保大家不要制造很多一次性的宝特瓶、塑料瓶、垃圾啊等等。那甚至是这个云林的花生，确保说这个大家每一个种花生的人都知道整体的状况是什么，而不会有这个产量这个忽高忽低这个价格忽高忽低的情况啊等等。这些大概都是目前这一届的这个。从目前十强的团队在处理的结构性的题目，那在之前的上一届也有处理很多，就是怎么样子要确保说刚刚这边讲的是低生育嘛，怎么样确保说他在这个托育的设备上面，他在就是老人照顾的设备上面，怎么样平均去找到说是哪些地方最需要，然后你资源才真的能够花在帮助上。以前是可能算直径的那个距离，就是一个托育中心。就是一个长照中心，它能够照顾那样的半径，但是事实上，你要算的是它搭交通工具，自己用走路的搭公车等等，它实际需要花的时间，它的那个机会成本等等。所以就是不断的有团队在透过公共的黑客方式，试着透过三个就是层级，一个是数位化，先确保本来是纸本的，我们所在柜子里面的资料能够去用开放资料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去用。第二个就是数位优化 optimization， 就在这里面如果你有很重的需要重复等打的，需要很多人重复看的，卷层需要重复扫描的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优化这个流程，让它变得更顺畅。那到第三个才会出现创新，就是当你有一个新的分配的方法，你有一个新的设计、新的制度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通过模拟的方式，一下子就知道说，这个不确实会带来更好的社会结果，或者这个不会带来更好的社会结果，那这个是催化创新的一个方向，就是你提出一个好方法的时候，透过模拟试算的方式，但一下子可以说服彼此说，这个新的分配方法真的很值得我们来试试看。那像总统梅里夫本身采取的一个叫平方投票法，新的投票方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叫以太坊的一个社群，就是一个区块链上面，先试验过之后，我们再拿来变成我们公共政策的一个部分了。我现在也同时跟以太坊的发言人。
就是 Vitalik Buterin， 那我们现在也在一起创业，就是我是很斜杠嘛，就是一方面担任政委，二方面也是在这种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那这个还为此还特别请这个全讯部给了一个函释，因为就是本来全讯部只有说我只能担任国内的非营利组织的这个理事嘛，但国外的他的办法里面就没有说可以。那但是其实这是民法所不知限制啊，那所以呢我就请全讯部去检讨，然后就发现说，哎，确实民法没有限制说不能当国际组织的理事，所以就重新加了这个函释，所以是任何公务员都可以，不是只有我可以。那没有收钱，而且是院长签准，而且是跟我的工作社会创新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说，台湾试出来的模式，我们透过这些国际的社会创新组织，一下就可以辐射到全世界去。那在区块链或者在其他地方试行的这种新的分配模式，把它们地方投票了之后，关于高房价或者民生运营的这些公共的相关的资源配置，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个平方募资的一个新的方法，或者 funding。那这个就是从以太坊先实现出来，那我们接下来说不定可以在台湾实际上来实做的一个模式。那这些大概都是社会创新的一些基础。有时就有人们问说，要怎么样做才能跟我讲话讲得一样快？我自己练习的方式是听 rap， 就是饶舌的音乐，然后试着去跟上那个饶舌歌手的速度啊。那所以，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听听看饶舌音乐，然后多练一练，多练一练之后，自然就会掌握那个换气的地方是哪里。然后发现，一旦掌握到了的话，那你爱讲多快就讲多快，是不是？打住了，好。那有十二个朋友问说，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登载，提到说未满40岁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称号中年危机。下一个，可不可以分享中年危机这方面的心得哦？当然是可以的。其实我所谓的中年危机，是跟上周记者讲的时候，是我大概32、3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创业过非常多次，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力，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力，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之间，因为我们当时会开放原始码、自由软体，我们要打倒微软嘛，结果微软还真的被我们打倒啊。那现在对微软也变成开放原始码最主要的这个拥护者之一了，他们完全转向了。那所以总之就是说，哎，一开始觉得说很有热情做的事情，在短短的可能10几20年之内，就变成说，哎，真变成大家的童年。就是说，哎，现在只要是做资讯软体开发，都会承认说，确实在一些基础的这个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像 AI 啊这些上面，开放原始码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做法。那所以，我也当时也不缺很多大公司啊、集团啊，会希望我来当做顾问，好像是我是他们跟开放原始码社群中间的桥梁，所以也有一些被动的收入。那所以当时就忽然觉得很空虚，因为觉得说，好像从小的时候，从14、15岁就做的倡议啊，就做的推动啊。现在变成好像良知良能一样的东西，那所以就好像可以退休了哈。那所以当时是什么契机让我好像度过这个中年危机呢？就像大部分退休人士一样，就是当职工嘛。那所以就是说，我当时就加入了居里尼嘛临时政府的这样一个社群。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看不顺眼的政府网站不是去害路，不是这样。聪明黑客不是白帽黄黑帽黑客，不是去拆旧的东西啊，是做一个自己的东西，去让旧的这个做法可以看到说新的做法更好。那所以说我们就很有系统的，包含一开始预算的视觉化，然后从面国语字典，那包含像台语、客语、阿美语等等啊的这些多重字典的互相连接，叫做蒙眼嘛，我就是蒙眼的那个计划。那就很有系统的去看政府的公共服务、数位服务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不是去骂，而是说去做出更好的版本，让政府去看。那当时当然零零星星的有取得一些成功，那但是是后来到2014年3月，就是占领立法院的时候，我们才一次让整个社会看到说，哎，你占领了立法院，但是不是只是在那边抗议，而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社会创新的系统来讨论，大概20多个 NPO 嘛，每一个讨论中都协议的一个侧面嘛，那包含说是不是要让这个 PRC 的原件进入当时四G的核心网络，就是其中一个讨论的侧面。那个讨论也有共识，那个这个共识事实上当时国安会的 NCC 是有参赛的，那所以我们早在6年前就没有新的 PRC 设备进入四G网络。那当然当时还有一些路由器的嘛，也在这个2016年前吧，大概都已经拆掉了。那所以这些东西就让我们知道说，有50万人在街上，更多人在线上，不是只是
报名而已，事实上是可以就是讨论出一个共识，讨论出一个结果。那所以可能因为占领的关系，那当然后来这个占领的技术就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别的，像巴黎的那个米库啊，或者是结合西班牙以前的那个 15M 啊，他们在马德里，在巴塞罗那。所以当时如果不回台湾担任政委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不是在巴塞罗那，就是在巴黎担任他们类似政委的这样子一个角色。不过最后钟泉老师把我挖角回来了，所以我和同事用一些方式，大概就是做直播，去做跟公益有关的工作，但是也是公益提升了，然后到三联运动，所以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小的转换，突然之间能见度就变得非常高。那所以当时就加入了就是蔡玉玲政委员的团队嘛，担任专案顾问，那去进行法规的老师的工作。那再过了一年多就进行转正了，所以这本来是类似见习生了，那后来就全职的担任这样的工作了。那因为时间接近尾声了，有14位朋友问说一个半小时太短了，是不是下次有机会邀请我来？当然是没有问题。各位只要愿意问不同的问题，我们每一场都可以有不同的很精彩的对话。那再次非常感谢各位问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谢谢大家。哎，我们提一下，这个是不是大部分要求当中，现在在创新发展方面来讲的最好，那有可能提高了我们国际经济，我想跟日本的政府、日本的那个朋友，他们的科技部长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知道台湾有一个科技政府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后我们政府。我想大家这个这个大家看得到，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再请这位来。那我们有一个我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教授Thank you.